何猷君晒妈妈梁安琪怀抱孙子孙女，哥哥玩妹妹脚趾超有爱。何猷君分享了自己的母亲梁安琪怀抱孙子和孙女的有爱画面，随后小明也转发动态，他用图案表示镜头前是奶奶和兄妹俩温馨有爱，而镜头后是自己和奚梦瑶在拍照甜蜜恩爱。四太将孙女抱在怀里，孙子则坐在沙发上，也是被搂在怀中，不过看起来似乎有些费劲儿。妹妹看起来比哥哥都要白皙，双手握成拳，肉嘟嘟的小脚丫十分可爱。哥哥正在玩妹妹的脚趾头，好奇心满满。不得不说，奚梦瑶很幸运，不仅是因为儿女双全，而且孩子的出场顺序也堪称完美。奚梦瑶生二胎的时候，四太也来到了现场，大赞宝宝很可爱很乖，脸上洋溢着开心笑容。奚梦瑶生下儿子后，梁安琪送了5亿豪宅，不知道孙女出生，梁安琪送了什么？有钱人送礼动不动就是以亿为单位，不得不说何广深兄妹俩真的是很会投胎了。